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翻开《楞严经》讲义，一四二八，贪求名感，经文又善男子，受因虚妙，不着邪律，圆定发明，三摩地中心爱玄应，周流精严，贪求名感。解释一下，有善男子，这个受因破了，达到了融通内外，也能大用，不着邪律，圆定发明，这个圆定就是修智性之定，楞严三昧的定，在三摩地当中，就是三昧当中啊，却动了一个不怎么好的念头，就是心爱玄应，玄就是显眼，应就是感应，总是希望能感应这些圣人，或者是久远劫来跟哪一位佛菩萨比较相应，周流精眼，周就是周遍，流就是流利，经历的意思，那么精就是精细，研就是研究，周遍流利精细研究，用现在的名词叫做废寝忘食的一直钻研，就是不眠不休的钻研。他那个钻研不是为了自己的自性菩提，而是贪求名感。名就是名相契合，就是暗自契合，以其感格甚应。看注解，此第五，贪求名感。修习佛道的人，只要有一个贪字，就不能入涅槃的妙心。这个贪字，就是会有能所，也容易遭这个魔来欺骗。贪求名感，首四句同前面已经解释过了，说比行人于三摩禅定之中心爱显应者，这个显就是缘，也就是指多生远劫有缘诸圣应其所求，周流精眼，贪求名感。这个周流精研其实就是一心一意的废寝忘食的去研究，就是这个意思是为其一心周遍的流利精细的研究，贪求名相契合，以其感格甚应而已在这里要特别的注意，上一堂课已经讲了，在这里还是要重复的。就像念佛的人，很多人都一直想要去见佛，在印光大师讲的，这个就是着魔的开始，因为有一个贪字。如果我们念佛念到原定的三昧当中，他就会自然见佛，自然见佛。所以我们念佛的人不懂得这一层道理，每天都期盼的，也想要见见阿弥陀佛了，见到极乐世界了，可是功夫又不纯熟，又没有达到圆定，也没达到三昧的功夫，也没达到念佛的三昧，那么这个一直贪求这个感应，就像印光大师讲的，这个就很容易着魔。所以印光大师说，不问见不见只问心定不定，也就是念佛的人要特别的注意
啊，不要去管说我这个念佛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见到阿弥陀佛啊、观世音菩萨、极乐世界，见到莲花、闻到香味啊，种种的感应，这个方向是错的啊。就不管见不见，只管你的心的定不定，就是有没有一心不乱，有没有一心不乱啊？功夫成片，到了一心不乱，善根福德因缘具足，自自然然的临命中，你这个神识就转化成净土的一份子，这个就是万法唯心呐、啊！啊，所以是心性还是最重要的。最重要的啊、哦！接下来，尔时天魔啊，后得其变，非经妇人口说经法啊。看左边的注解，才起一念的贪求，便是定心不密。定心不密就是让这个魔啊有机可乘呐、啊。哎，定心不密，你就是让这个魔有机可乘，因为他知道你要贪着这一方面的，尔时天魔后得其变，哎，有戏可乘了，有法能现啊，故及非权净昧妇人，就是附着在别人的身上，附着在别人的身上口说经法，以应其感也啊。接下来，其人缘不结之魔爪，一言自得无上涅槃，来比丘应善男子处，辅佐说法，能令听众暂见其身，如百千岁，心生爱然，不能舍离，身为奴仆，世世供养，不觉疲劳，各个令其坐下人心，此是先师本善之事，别生法爱，年如娇妻，得未曾有。先把它贯穿，其人就是被魔附身的那个人，缘就是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着魔，所以自己着魔的人一定说别人是魔啊，一言自得无上涅槃。在座诸位，尤其在这个末法的时期，八大宗派兴盛啊，出家在家各有能力的各据一方，如果有正见的不随随便便的说，要没有佛的正见的啊，都会吹嘘自我膨胀，都认为自己拥有的是正法，拥有的自己是无上涅槃，现在到处都是这样讲啊，让你这个末法时期啊，啊，那个依法不依人的很困难。问题是法很深，你要依法不依人，问题是这个人不了解法，你如何给他说他依法不依人？他对法完全不懂，所以刚刚初学佛法的人要没碰到善知识，就会很麻烦。哎，嫁错郎还有救，最多离婚，要跟错师父是非常严重的问题。那个恶之见啊，像内在的毒啊，除不掉，把错误的之见当作是对的，将来无上的正忍正觉的正之见碰到他，他也听不进去啊，他也听不进去。接下来是一言自得无上涅槃，哎，说我们这个末法常常看到自己就是最了不起的圣人，来比求应，求应就是贪求名应，因为他有一个贪字，哎，啊，贪求名应的善男子处，因为他是修圆定三昧、楞严三昧的，叫做善男子处，啊，没有修行怎么能称善男子呢？他行善又懂得佛道，也懂得三昧楞严大定，当然称善男子处喽。辅助说法，这个被魔附身的人就来到前面，就辅助说法，能令听众暂见啊、其身。其身是什么？就是附身的那个人看到什么呢？
哇，鹤发童颜呐、啊，好像啊，宛如啊啊，身修九正的圣人呐、啊，哎，这就要注意，暂时啊，就看到那个附身的人，他那个身体突然鹤发童颜，鹤发本来就是很老了，百千岁才能鹤发，可是他的脸看起来像小孩子一样童颜啊，用这个像。先给你搞混，让他知道是有来历的，让你承认说他是善知识的，用这个假象来骗你啊！你看到了这个附身的人，鹤发童颜，宛如身修九正的圣人，就像啊啊百千岁，就像、啊、哎呦活了百千岁一样，心生爱然呢，不能舍离。哎呀，怎么会？头发这么白，可是他的脸完全看起来像童子一样，就这个假象被蒙骗了啊！不能舍离，不能舍离，宁愿怎么样？身为奴仆，哎，他宁愿自己当他自己的奴隶、仆人，世世供养啊，饮食、医药、卧具呀等等，世世供养，这称为世世啊。简单讲啊，就是一切啊，让。修行人呢、啊、方便啊，世世供养饮食啊、卧具、医药啊、行住坐卧都供养，哎，供养啊，然后呢也不觉得疲劳。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啊，倾家荡产，哎，倾家荡产呢 啊在所不辞。为什么？他认为他碰到了佛，碰到了大善知识，碰到了术士的善知识了。看到这个鹤发童颜呢、啊，突然呢 啊想到他的无量劫来的一个善知识，他愿意倾家荡产的在所不辞的来供养他，也不觉得疲劳。各个令其啊坐下的信众的人啊心，人心就是啊。那个心知道附身的人呢、啊、原来是啊前世无量劫来的啊师父，哎，知识先师，知识先师就是无量劫来是我们的本善知识，哎，本善知识，因而别生法爱啊。这下啊欣赏到了，又无量劫来今生今世又碰到了，年如娇妻啊，年如如胶似漆啊，简单讲就是无法解开了，得未曾有，就感觉到说我很幸运了、啊，我碰到了正法啊，我碰到了啊，我无量劫来的先师啊，是我无量劫来的善知识，今生今世我愿意用生命去供养。好，那么整句贯穿起来啊，我们就一语。整个贯穿起来的意思啊，就是诸位看经文，然后我一直把它贯穿起来啊。被魔附身的那个人原来也不知道啊自己着魔，也自己说我已经得到了无上菩提涅槃之道，来到那个心有贪念的人，贪求什么？贪求名印的人，那个善男子处，因为他也是修楞严三昧啊，然后在这个善男子处的前面，那个被附身的人就来到前面，就扶坐说法了。这个时候就显现一切啊，让你不可思议的事情来迷惑你了，能令听众啊，暂时啊见到那个附身的人那个身体啊，突然之间鹤发童颜，宛如身修九正的圣人，就像活了百千岁一样，仍然是小孩子的脸，因此就觉得太殊胜不可思议了，心生爱然，无法舍离，宁愿呢啊身体啊来作为他的奴隶仆人，来饮食卧具医药等等这个世事供养，也不觉得疲劳，宁愿呢倾家荡产在所不辞。然后呢，各个令其坐下的信众之人呐、啊，啊，都了知啊，啊，这个附着
的人，原来啊，被魔附身的人，那个原来是我们的前世无量劫来的大善之事啊！啊，无量劫来就是我们的本善之事啊，因而别生法爱啊，不知道这个是魔附身的，却把它当作是无量劫来的善之事。年如胶，又似漆的，无法解开来的未曾有。这就诸位，你要牢牢记住，只要没有开发你的菩提自性的，不能误入不生不灭的涅槃妙心的，不管用什么相来，你都不要动摇。你就要牢牢记住这句话就好。佛法是开展你内在的大智慧的菩提自性的，不是看了这些相我就认为你是佛啊。所以这个楞严经一看了以后，所有的众生修行就不会走错路，也不会被蛊惑，也不会被妖言惑众所迷倒，才能作为一个正信的佛弟子。所以啊，要推广楞严，要好好的听经闻法啊，才不会走错路。接下来就看注解说，其人魔附之人，言不觉之魔爪，一言自己得证无上涅槃妙果，来彼求应善男子处，胡作未说，敏感显应之法，能令听众底下是乍现敏感。为什么乍现呢？其实他是魔附身的啦，当然是乍现敏感啦，显应之事啦，没有看到，让你看到一些稀奇古怪的事，你怎么会信得过我呢？暂时看见魔附之人呢、啊，哇，鹤发童颜呢、啊，啊，晚而身修九正呢，如百千岁，心生爱然呢，不能舍离。哎，现这个相太迷人了，以现在这个末法这个时期呀、啊，100个人呢、啊，就倒99个，不可能突破。看到这个相，马上就迷惑了。他是不是佛再来的？是不是无量劫来我的善知识再来的？而且以身为奴仆，世世供养啊，而不觉疲乏啊，劳累。在座诸位啊，我们用生命来供养佛、供养法、供养身，是正确的，但是后面还附带一个。不可以愚忠，愚忠就是说啊，我的拼到了佛法身，然后就用倾心的依附生命来供养，倾家荡产，也不分说这个人的虽然现出家相，到底有没有正知，有没有正见，有没有守住佛陀的戒律。所以现在的人啊，虽然很忠诚，但是有点愚忠，就是不是用智慧在修行了，就有点感性了，不是理性了。接下来各个令其之模式之众啊，坐下的人心呢、这个是指此众之徒心之魔附之人，言是先世师承本身之善知识啊，哎，无量劫来就是我们的善知识。别生一种法爱之心呢、法爱之心呢、那所以你要碰到那一个人呢、比如说你碰到一个你的师父啊，他说他见到你，他就会告诉你说，哦，我们的无量义劫来啊，是怎么样，是师徒之言啊，今生今世啊，我们真的有缘啊，我们呢、在续于无量劫来的师徒之言，哎呀。讲的你感动莫名，但是你亲近他久了，没有法，一句法都没有。如胶似漆啊，年不可解的未曾有。接下来这个本来啊，持戒修定啊，开慧的，开佛智慧的，现在放掉了，被迷惑了。说世人愚迷，或为菩萨亲近其心，破佛立于潜行贪欲。解释一下，这本来修行修得好好的，突然看到这一幕啊，鹤发童颜呢、
宛如身修九正的圣人啊，吓一跳。因此啊，世人就是本来修戒定慧圆定的那个人，现在变成愚痴了，迷惑了，把他当作是菩萨，迷惑或为菩萨，清净其心，破佛的利益，自己啊本来啊坚持佛的戒律，现在啊不持了，哎，也跟人家哎同意双修法，哎，男把男女的淫欲男女根当作是菩提道，哎，是破佛的利益，然后定也没了，三昧的定也没了啊，更不用说讲开佛的智慧了。所以破佛的利益，简单讲就是破掉了戒定慧了。潜心贪欲，重点在于男女啊，哎，一四三零，世人愚迷无智，或为菩萨，相亲相近其心呢，日新日染其教，信其邪说，破佛立于邪其邪行，潜行贪欲。解释一下，说这个人呢，愚痴迷惑，没有智慧，或为菩萨。诸位，相亲相近其心，底下那个是最严重的，日新日染其教，绝对潜移默化啊，信其邪说。我到日本去的时候啊，这个日本，哎，突然我看到一对的母女，日本人准备了一些贡品，来到了一块大石头，来到了一块大石头做什么？就在那边祭拜，就像我们台湾啊拜了一个石头叫做九头公啊，石头公啊，哎，你想想看呢、啊，连拜那个石头不会讲话的石头，哎，然后就开始啊制造一些诡异啊，我们来拜了这个石头以后啊，哦，接下来我的媳妇啊就生了一个男孩儿，哎，我们的媳妇啊，我们求到姑娘就生了一个姑娘，哦，就越讲就好像越真的一样，这一个人来拜这个石头，两个人来拜这个石头。以后这个石头就变成神了，啊，或者是啊，这棵树，这棵树，这棵树，祈祷这棵树，哎，拜久了，这棵树好像也很灵。在座诸位，石头不会讲话，树木也不会讲话，人家拜久了，以讹传讹，就会变成很灵。何况那个会说话的人，哪一个人会说话的人说我是邪知邪见，我所讲的法是邪说？他会这样自己讲吗？当然不可能了、啊、所以你要有明眼人，要能够分辨了、啊。为什么多听经多闻法有如此的重要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法师要参学，我都跟法师讲一句话，你要有能力分辨你要参的那个人是善知识还是恶知识，那你去参没有关系。你要没有能力分辨对方是善知识还是恶知识，你怎么参呢？他讲的你都全盘接受，你怎么去参呢？你都没有能力去分辨呢。所以参学是要自己至少要做一些功课的，对不对啊？你没有自己啊听楞严经听过五十种阴谋，你去参参看，十个九个倒，他说错你也不知道啊。你听，嗯，蛮有道理的。魔不会讲自己是魔的，他一定讲别人是魔。接下来，破佛立于啊，邪起邪行，潜行贪欲，一四三零，口中好言呢、啊，我于前世以某身当中先度某人，当时是我妻妾兄弟，今来相度，一如相随归某世界。供养某佛，或言别有大光明天，佛意中住一切如来所修居地，彼无知者信是虚狂，疑是本心。哎，现在这个魔知道你潜心依附了，现在就出点子了。哎，戴完威他已讲了，开心被病出逃啊，嗯，都开心被病出逃，国语讲的
就开始会出点子迷惑你了，讲一些似是而非，反正你也没看到，讲了无量亿劫，讲了前世谁看到啊？哎，他就有办法迷惑你。看下来，口中好言啊，看经文，我一前世啊，在某生当中啊，我先度某一个人，当时候是我啊。还有呢，这个妻妾兄弟啊，怎么样？今特来相度，我今天现在呀、啊，特来相度。哎，你前世是我的妻子，你前世是我的妾，你前世是我的兄，你前世是我的弟，我今特别来相度你。哎，讲的让你感动莫名，一如相随，那一如相随，一如菩提道上一起相随。所以我将来呀、啊，啊，带领大家回归某一个世界来供养某一尊佛，哎，然后啊，顺其听众啊，然后啊，大家听了以后，哇，不得了，深深的念着，啊，说我将来带领大家回归某一个世界，回归供养某一尊佛，哎。顺大家所喜欢听的话题，或者是言别有另外一个怎么样大光明天，哎，这个就是诈称了、啊、欺骗了 啊， 啊，大光明天其实就是欲界顶天呢、啊、就是摩天呢、啊、叫做大光明天呢 啊， 啊，把欲界天呢、啊、把欲界的顶天呢、啊、当作佛住在那个地方，这个叫做谬称呢、啊、诈骗呢、啊，佛于中住，佛怎么会住在欲界的顶天那个魔王住的那个天呢？佛于中住，一切如来所修居处，就乱说一通，一切如来通通住在啊六欲界的顶天啊所修居地，彼无知者就是那些修行而且没智慧，从来不听经闻法的，也没听到佛开示的，没有正知正见的，就信是虚狂，疑是本性、啊、他本来就坚持、啊、修佛的戒定慧了，现在不一样了，疑是他本来所修之心，本来就坚持持戒，坚持佛的利益，坚持三昧的定，坚持开佛的智慧，现在通通丢掉了，把佛的戒定慧通通丢掉，哎，跟着魔走了。接下来看左边，持诈称敏感显应之言，口中好言，我前世以某身当中先度某人，当时是我妻妾兄弟，持诈述啊往昔之事，名以欲勾千言，今者我以汝也是速生前言，特来相度，一路相随归某世界供养某佛，乃顺其贤应之爱。哎，你喜欢搞贤应吗？你喜欢这个，我就顺你的心贤应之爱。或言别有大光明天者是即谬子异界的顶天，这个是魔宫啊啊，把魔宫为大光明天，谬称魔王就是佛，一种止住啊，一切诸佛如来所修之居住之处，彼无知者，信是虚妄啊，欺狂之言，疑是本修之心，顺从魔教，这个就是大大的悲哀啊！没有碰到善知识啊，有这么的悲惨呢、啊，有这么的悲惨呢、啊。本来是学佛教，现在搞成魔教了。一四三一，此名厉鬼，年老成魔，恼乱世人，厌足心生，岂比人体？弟子已失啊，俱现亡难。解释一下，哎呀，这个此名厉鬼啊，厉鬼就是易衰啊，易衰啊，成显。啊，就是春夏秋冬啊，啊，也会有季节的替换。那么一衰就成贤，然后怎么样？年老就成魔了，扰乱世人。所以你看看那一些台湾的那个鸡童附身的，你就知道，全台湾神那个鸡童附身的，大
部分都是有几个：一，观世音菩萨附身的；二，济公附身的；啊，三，释迦牟尼佛附身的；啊，文殊师利菩萨附身的；普贤菩萨附身的；地藏王菩萨附身的。你就知道可信度掐归零啊，等于零，对不对？这个乩童来附身的，讲的头头是道，有时候会有一些感应啊，你得到一些福利啊，像治病啊、感应啊，但是大多数啊都是骗人的啊。我们不能全盘否定啊，但是问题不能解决，有时候越陷就越深，厌足心生啊，啊，玩久了他不跟你玩了，哎，厌足了心生，满足了叫做厌足心生了，气比人体了，这一下子被附身的人醒过来了，哎，我怎么这样子？这个求明应的这个弟子，还有被鬼附身的厉鬼附身的那个师父，这个师就是被厉鬼附身的那个假体呀、啊，啊，与师为了干了很多的坏事，啊，敛财呀、啊，骗色啦，一个接一个啦，搞了很多的坏事，啊，贪赃啊，枉法啦，骗财啊，敛色啊，敛财骗色。俱现亡难、哎、看左边的经文，汝当先劫不入轮回，迷惑不知，堕无间狱，你应当预先觉知啊，好好的研读楞严，好好的听佛的劝告，你要应当预先觉知，哦，原来这个是魔，不入轮回啊，啊，魔当然牵引你入轮回了，不会牵引你进入涅槃解脱了，对不对啊？要不入轮回有十个字，这十个字做到轮回就停止。一，远离贪嗔痴；二，远离杀盗淫，就这十个字，你要摆脱六道轮回的痛苦只有这十个字。远离杀盗淫，远离贪嗔痴，轮回就停止，就这么简单。这个就是四项，但是问题做起来习气太难了。单单练一个不贪啊，那就是很难了、啊。不贪财啊、色啊、名食色呀、啊，不贪容易呀、啊，不贪一切啊，也不贪着你的生命啊，不吝惜你的一切、啊、房地产，单单一个不贪就很难了。再加上啊不嗔，那就更难了。所以啊，文字其实很简单呢、啊，把复杂的佛的道理回归到单纯的修行方式。如果你能坚持离杀盗淫，我坚持离贪嗔痴，那么就只要这几个字，就够你一辈子下功夫的啊！不入轮回，迷惑不知啊，堕无间地狱。接下来叫做贪求静谧啊，有善男子受因虚妙，不遭邪力，原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深入啊，克己心勤，乐除因疾，贪求静谧。解释一下啊，有善男子受因虚妙，不遭邪力啊，已经突破了色实境，色因实境，受因实境，哎，所以不着邪力，原定发明了，在三摩的定境当中啊，三摩地就是三摩三昧的定境当中，心爱深入，哎，又落到一个贪，喜欢什么？克己心勤，就是不计一切辛苦了，希望得到啊佛的圆通，因此啊乐除。阴就是啊，就像隐在深山里面的阴影，这个阴就是等于隐了，隐藏在啊暗的地方，就是隐藏在没有人发现的地方。寂就是寂寞啊，这个寂寞不是那个心的寂寞，就是表示没有吵杂，喜欢隐藏在非常寂寞寂静的地方，然后钻研啊佛的圆通。
贪求静谧，静就是安静，谧就是灵谧，灵谧也是安静的意思啊，就是希望离开人群呢、啊，所以很多人呢会住去住这个茅棚啊，也有他的原因，他不喜欢吵杂啊，不喜欢攀岩，啊，此第六贪求静谧，守四季同前，以三摩禅定之中心爱深入者，为三摩定境心爱深穷气入，可及功夫啊不计心情。唯妄得以深入圆通，乐除阴影寂寞之处，以求安静啊灵密之修。尔时天魔后得其变，非经妇人口说经法，殊不知啊三摩地中啊不容其心动念啊，一色贪求魔得其变，非前精灵密附他人口说经法，尔时天魔后得其变，机会来了也非经妇人附在别人呢、啊，附在别人身上，不是附在啊这个贪求静谧的人这个身上，哎，来到他前面口说经法了。接下来一四三二看经文，其人本不觉知魔爪，一言自得无上涅槃，来比丘因善男子出辅助说法，令其听人各自本业，或于其处与一人言，如今未时已作畜生，赐死一人，于后踏为顿令其人，其不能得。于是一众请心轻抚，有人起心以知其照，佛立于外，众家惊仆，毁谤比丘，骂力徒众，皆入人世，不必讥嫌口中好言，未然啊祸福极致其实，毫发无失。这一段呢、啊、很重要，其人啊就是被魔附身的那个人本身也不觉得自己啊被魔着了，哎，被魔啊附身了，一言我也是说自言啊，自得无上涅槃呢、啊，所以现在你可以听得到，到处都说自己呀、啊，多么的功夫啊，多么的了不得，到处都是啊。来比求因呢、啊，善男子处求因呢、啊，这个因就是用简单的啊，希望因引，哎，希望能够得到静谧之处。这个善男子啊，啊，因为有一个贪念，因此啊，啊，附在啊。别人身上那个魔就有办法趁隙而入。这来比丘因的善男子处，本来修佛定修好好的，修戒定慧修好好的，现在魔要来破坏他的戒定慧了，就在他跑到他的前面来辅助说法。辅助为说什么法呢？因为他喜欢圆通，注意这个要补上两个字啊，我辅助为说圆通之法，圆通之法就可以贯通过去现在未来咯，哎，令其听人啊，让这些听众啊怎么样各自本业，本业就是树业了，树业就前世啊做什么啊的业，让他哦了解各自啊树世的业力啊，或者是本业，或以其处以一人言，哦，或者是在当初啊，来来来，我证明给你看，也告诉啊另外一个人啊，说你现在告诉甲说，你如今为时啊，告诉甲说，如今为时啊，已作畜生，不相信吗？那乙啊，甲乙丙丁那个乙，赐死一人，这个就是命令乙啊，这个魔附身的，为了取信于人，就告诉甲说啊。你现在还没有死，可是你的畜生呢形状已经出现了，我怎么证明给你看呢？就命令乙另外一个人啊，来来，你在他后面呢、啊、把他啊，我们人后面怎么会有尾巴，
没有尾巴，对不对？可是啊，他就证明我可以看到你死后的畜生相，你懂吗？哎，来，把那个尾巴把它踩下去，踏尾就是把那尾巴踩下去，然后就命令甲说：“来啊，魔甲啊，顿令起来，来魔甲，来站起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！”哎，这个魔甲岂不能得，完全站不起来。完全站不起来，就如同预先知道，好像啊，你未来一定做畜生，畜生有尾巴，对不对？可是大家看都没尾巴。哎，甲说你这个甲将来会做畜生，命令一样把那个踩到后面来，可是大家看不到尾巴。踩了以后，哎，甲站起来，命令乙踩甲的尾巴，这个甲站起来，站起来，顿令这个甲起不来。为什么？跟他预先的知道未来一样了，他知道你未来会变畜生了。哎，这个魔啊，不搞两三招啊，你怎么会心服口服啊？倾心依附于他呢？于是于众倾心倾服。哎呀，大家都看到这一幕、啊、吓坏了，怎么这么伟大呀？这么了不起呀、啊？我们碰到了圣人，哎，只要有人起心动念，以知其躁，躁就是。起因、哎、有人起心动念立刻就知道，以知其躁，哦，你动什么念、哎、除了佛利益外，就是除了不遵守佛的戒律和威仪以外，佛的戒律跟威仪是什么？就是戒定慧啊。除了不修佛的戒律三昧智慧利益以外，怎么样？这些他不修，特别的重加艰苦。我修这个苦恨，让你看，哎，让你看，就是啊，像外道一样啊，啊，外道一样啊，啊，裸的四肢啊，拔发、心鼻啊、头灰啊、卧疾啊，等等。我修这个苦恨，看你比丘跟得上跟不上，重加啊，艰苦，艰苦就是吃尽苦头。让你没有办法，结果呢？啊，诽谤比丘，骂逆徒众，同时啊，哎，诽谤比丘，你看这些修行出家人受十方的供养，你看跟我们这个啊养尊处优啊，哎，不能刻苦耐劳，都没有办法像我们这样吃苦了啊，怎么作为人天的师范呢？嗯，诽谤比丘。骂力徒众，在大众就骂，哎，骂比丘给在家居士听，啊，骂力徒众。那同时呢，这个人也不怕因果，揭露人事，揭就是揭发人家的阴私啊，啊，哎，这就揭露人事啊，不必讥嫌，不必讥嫌，就是表示他很有办法喽，哎，不必讥嫌。啊，揭露人家的隐私也不怕啊，种种的讥谤，哎，众生的嫌恨他都不怕，口中啊好言，口中啊常常讲未来，未然就是未来的祸，有什么祸会发生，有什么福会发生，即至其时的时候，哎，一一揭露其言，毫发无失，就是哎，非常的准，非常的准。佛陀说，你千万不要把这样的人看成就是成就佛道的大善之事，很简单，只要叫你破戒的，只要叫你破三昧的，只要叫你破佛的智慧的，不管他修什么苦恨，能够讲的头头是道，讲过去现在未来讲的多准，都不要听他的。无论他说修了多大的苦恨，乃至 日食一麻一麦，日中一食也没关系啊，一个月都不喝水也没关系，这个不重要，这个不重要。无论他修多么的苦恨，只要不依佛的戒定慧修的，通通不要信他，这种苦不能成就菩提。哎，所以你看看现在末法了啊，有人呢
啊，比丘啊讲经说法了，还大众的毁谤比丘的骂逆徒众了，你就可想而知这个是不是正法就很清楚了。比丘啊有过失啊，必须依照佛制的戒律啊做僧结魔，也不是说你随随便便一个在家居士啊要打就打要杀就杀，也不是这样子，要毁谤就毁谤的。所以这个白衣啊，如果不听到楞严经啊，就不知道如何来警惕自己了啊。也因为所有的比丘不是圣人，一定会有过失，那么有过失佛说比丘有过失行要检讨啊，检讨必须用佛的戒律，必须依佛啊律学的做僧结魔，是这样子来检讨的啊，不是你在家居士可以打了杀了骂了，哎，不是这样子的。一四三三，看注解，是其人之魔父之人呢、啊，本不觉知是魔爪，一言自己证得无上涅槃，乃比丘因善男之处，扶助为所圆通之法，令其下怎么样？先现邪惑事，令其听法之人各自本业，本业就是术士之业的，这个显通啊。哎，我能够通达过去式，回其处就是说法处了。特别告诉一个人，哎，我讲你现今未时啊，已变作畜生啊，恐其心中啊不服，不服啊，跟降服的服是一样的啊，不服从的服，这当然是一样的。恐其心中不服，不能降服，就啊，赐命令另外一个人，命令另一个乙啊。说此时咦，一个人来来来，你把他的尾巴踩住了以后，踏为人怎么会有尾巴，对不对？因为魔力啊所持故啊，啊顿令其人啊啊岂不能得，如是验证。一时听众啊哗然吓一跳，皆倾倒其心啊，轻浮之。在座诸位，魔啊没有两三把刷子啊是不能当魔的，知道吗？哎，他要有两三把刷子才骗得过你啊！他没有两三把刷子，他怎么骗得过你呢？哎，看来我们呢、啊，哎，楞严经就是五十种阴谋，就是照妖镜呢。哦，以后来我就知道了，管你起得来起不来，我根本就不信这一套，那他就拿我们没办法了。此显通未来世，他还没有变出身，我已经看到他的未来了。是否有人起心呢、啊？以致造于何种因缘啊？造啊，就是起始啊。此显通现在世，你动念我力何知道？魔亦以为能通三世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就是圆通圣佑。殊不知圆通圣佑是不止乎此。哎，此中文具宿命通啊，恐以下科抄写之物，以佛所制的利益外。众家啊，从家艰苦，如断五味，就是五味就是酸啊、苦啊、甘啊、辛啊，啊咸通通，哎，只要有味道的都不吃，酸味不吃，苦味不吃，甘味不吃，辛味不吃，辛就是辣啦，咸也不吃，啊，断五味啊，裸四肢啊，哎、啊，拔发熏鼻，哎、啊。头灰卧脊等等，乃故为诡异之行啊。那么有的人呢、啊、说，这个断五味啊，应当是指啊葱啊、蒜啊、腥渠啊，有的人是这样解释了啊。他这里啊也没有很明显的啊。那么就是说，我们世间的这一些香料类的啊，香料类的。啊，我们看一看，参考一下，都可以，两种啊，都可以解释得通啊。故乃故为诡异之行啊，是头灰啊，卧脊，哎，拔发，把这头发拔光了，哎，熏鼻啊，用这个烟呢、啊，在底下，熏鼻，头啊啊，火啊烧完了，剩下灰，哎，会有一点温度，那、啊、全身的涂满了灰，卧这个脊有刺啊，哎，脊有刺啊。这个外道啊，常常啊显现他的功夫啊，所以说啊，有的人啊卧在铁钉上面，这个我看过那个影片，哎，这印度啊，有的人、啊、哇卧在这个铁钉上面，
后来发现那个也是造假的，乃故为诡异之嫌，以耸视啊，耸视就是恐惧呀、啊，啊，恐惧呀、啊，毁谤比丘，刺其不能见苦。你看这些、啊、比丘啊，啊，吃好，穿得好，睡得好，哪够资格受人供养、受人呢、啊？尊敬呢？要像我，你看我这种苦啊，哎，可以挪四肢啊，把法掀鼻头灰卧脊，这些比丘都没吃我的苦。哪够资格受人供养呢？骂逆徒众的显其无有私心，揭露人事啊！诸位，揭露人事就是最损德的，这最损道德的就是揭发人的隐私，就是一辈子最没有德性的人，就是揭发人家的私事，揭发人家的私事。啊，这由于其实只是一件小事呢，啊，一揭发以后，对方受不了了。你看那报章杂志啊，只是一件小事，就一直揭发，一直揭发，当事人受不了了，就去自杀。前几年也是一个啊，歌星、影星啊，啊，唱歌的啊，跟某某人、某某人怎么样？人家那个是有夫之妇的呀，啊，跟某某人啊，怎么样怎么样，失通啊，怎么样是啊？那个杂志一刊登，对方啊一直去告，也告不赢他啊、哦。后来他受不了了，就跳楼死了，死了。所以这个媒体啊很可怕的啊。虽然人有知的权利，那么现在啊的这些记者啊，如果正确的用哦，我们人有知的权利，那么这个记者又凭着良心道德，那么我们确实懂得啊良知良人来做事。那么这个记者如果啊为了版面，为了耸动，他不计一切，那么这个记者的造的业是很可怕的，是非常可怕的。所以啊，这个新闻记者啊、报纸啊常常登，像今天也是高雄啊，一个大学生硕士。硕士现在的景气不好，一直找不到工作，读到硕士也找不到工作啊，啊，找不到工作，他觉得很惭愧，给父母亲养了，我读到这么高的学历，搞到了 master 硕士，哎，然后一直找工作，一直找，找不到，又给父亲养母亲，这样子照顾我。那么父母亲呢都是辛苦的工作者，辛苦的工作者，很辛苦的赚钱养他，他内疚，非常的内疚啊。他说我这是活在这个世间呢、啊、只会增加父母亲的这个啊这个痛苦，就跑去了自杀，死了，死了。大学生想不开，爸爸妈妈哭到啊啊肝肠寸断了。你想想看啊，要栽培一个孩子啊，从怀胎十个月想一想，你如果要去自杀，冷静想一下，从怀胎十个月慢慢父母亲这样养你，父亲在外面这么辛苦的工作，流血流汗，母亲的双手是全世界最温暖的摇篮，所有的圣人跟伟人都是母亲生的，你好好的理解母亲推肝啊，推湿啊，去肝，就是你的大小便是母亲这样子的，你想想看，这样从一个小小的一个小 baby 这样、慢慢的长大，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、大学、研究所，爸爸妈妈的期望就在这个人的身上，这样一直觉得对不起爸爸妈妈，跑去跳楼，没有工作慢慢找吧，对不对？要是这样子的话，早知道要去跳楼自杀，我叫他来文殊讲堂打包，我们的邮件很多，你来打包，对不对？我给你三餐吃嘛，你的硕士没先请我在这里估计的嘛，暂时解决一下你的三餐嘛，你慢慢找嘛，要跑去跳楼。所以啊，这个自杀的人这样跳楼实在是很自私，
都没有考虑到父母亲的心，父母亲的心啊，哭已经来不及了。接下来皆若人事者，功发人之应事，这个最损德。所以在这诸位，对方不让你知道的事情，你千万不要一直穷追猛打，这个是最伤人的。哦，这一点我做得非常好，你的缺点我不谈，我这辈子的心完全是善，我通通看到你的优点。师父这辈子讲出来的都是好话，为什么？我的心不容许有污染。错是你的事情，错误啊，一定会毁灭的。今天的错误，来日一定毁灭你自己的。师父也不用讲，你就自己有苦吃了。所以我坚持佛陀的戒律，在师父的四周围，我一定用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对待你啊！你的缺点不关我的生死。哎，贤己执行不讳，口中好言呢、啊，未然祸福者，次说邪祸言啊！其口常好先说未来祸福之事啊！哎呀，什么时候世纪末日到了，赶快逃命啊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什么时候啊，有战争啊，有灾难啊，瘟疫，乱说一通。哎，有时候被说中了，这个也不是佛，跟佛法也没关系。即子其实一一接应，毫发无失。嗯，这个这次算你说准了。哎，说准又怎能怎么样呢？哎，所以最近啊，玛雅文化那个长老一直强调，在联合国告诉大家，哎呀，没有世界末日啊，我们玛雅文化是5144年左右。西元前3000多年，西元后2000多年，加起来刚好5000年，那么刚好是我们玛雅文化一个循环啊。所以玛雅的长老出来讲，2013年是玛雅文化的啊，是整个地球的一个重新的开始，好的新纪元，并没有世界末日，请大家不要再妖言再惑众了。玛雅文化的长老一直出面这样子讲啊，我看到那一天，哇，那个报道的很大，玛雅文化啊长老出来已经否定了，美国的 NASA 太空总署出面否认说世界末日这个是无稽之谈啊。所以法师哈，如果你对物理学天文你不是研究这一科的，最好这英文讲 keep silent， 点点点点，真的是科学的领域，出家人不适合一直谈，你不是你的专业嘛，是不是？师父念甲组的都要听听看美国太空总署怎么发表，我也不会说用猜的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啊，你都爱啊，你都爱听台语的那一首歌，我若给讲话念咪的出代志啊，就是讲我如果常常啊妄说妄言了，你很快就会出事的。看底下啊，又故为诡异之言，与现世也。翻过来，1434，此大力鬼连脑成魔，恼乱世人，厌足心生，气比人体，弟子已是巨性亡难。这个大力鬼有大神通力之鬼，善能惑人，汝当先觉，不入轮回，迷惑不知，堕无间意啊！你应当预先觉知啊，千万不要被欺骗了、啊，继续入于轮回，迷惑不知，而堕于无间地狱。接下来，贪求宿命，1434，贪求宿命，又善男子，受因虚妙，不着邪力，原定发明。三摩地中心爱知见，勤苦言行，贪求宿命啊。解释一下，说有善男子受因虚妙，不着邪力，连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知，就是世间人不知的我能知，哎，见世间人不见的而我能见，哎，勤苦言行，贪求宿命啊。这一段呢，有一点跟两段抄错了。此第七贪求宿命，
首世纪这么说，于三摩禅定之中，心爱之见者，亦为世人不知者能知，世人不见者能见，所以不辞勤苦研究行思，贪求宿命。宿命两个字好像跟上科静谧两个字有超写之物。意思三五，尔是天魔，后得其变，非经妇人口说经法，其人殊不觉之魔爪，一言至得无上涅槃，乃比丘之善男子处，复作说法。解释一下，说尔是天魔，后得其变，非经妇人口说。注意，这里要加两个字，叫做相似经法。诸位，魔没有办法讲的法是跟佛一样的，所以你一定要讲相似，就是他讲的法是类似佛法。诸位，类似佛法是毒药。今天末法时期，如果不通达三藏，悟明心性。所以在座诸位，这个比丘讲的法叫做相似佛法的话的话，这个法师的法不能听。看起来也是叫人家诸恶莫作了，众善奉行了，讲那个似是而非，也没有佛的证件，也没有佛的证件，这个不能听，不能听啊。就像我上次的比喻，大陆啊有一对的夫妻啊，上山去采药，采了这个药，正确的药可以消炎啊，可以解劳，可以怎么样增强体力啊，结果这个根茎啊跟那个毒的植物一模一样，一模内行的人看得出来，这个是正确的药，这个是相似的药。结果他大陆的这个居士采到相似的药回去啊，就煎给啊他的儿女喝，那个父子也喝了，四个人第二天晚上通通死。这个叫做喝到相似的叶子，看起来也一样，根茎看起来也一样，那个相似就是有这么可怕，相似的佛法也是这么可怕啊！佛陀的正法让你解脱，相似的佛法会让你入魔。有人说那类似佛法那不行，佛法就是正法，不能讲相似的正法，相似的佛法啊。